7月23日，有网友曝光了一组翻拍港媒杂志的张柏芝母子加拿大平凡温馨生活照。在曝光的照片来看，张柏芝和儿子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当地的生活。除了日常带着儿子逛超市、游泳玩水外，卢卡斯还和当地的同龄孩子一起玩起了单车。母亲张柏芝则一直陪伴左右，非常平凡温馨。想起你，怪自己。